为你采访到的是三位主播，没有啦，其实我就很开心，然后参加这场喜宴，然后沾沾那个大姐的喜气，然后呢祝大姐跟姐夫啊就岁岁有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然后每年都很像幸福一样开心，然后每天都很甜甜蜜蜜这样子。好，谢谢，然后交给下一个啊。很高兴大姐跟姐夫今天结婚了，然后新娘子很漂亮，然后姐夫也超帅的。那周华祝大祝那个大姐跟姐夫能够一辈子都幸福快乐，然后早生贵子，一家都可以住在大豪宅里面。谢谢。祝大姐跟姐夫能够永远幸福快乐，那就从小一起到大，你们终于可以，姐姐终于可以嫁出去了，所以真的为你感到高兴。那就是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长长久久，恩恩爱爱，那永远祝福你们咯，谢谢。好，姐姐，这是今天你的大喜日子，那很高兴呢，身为你的弟弟，好，那也很荣幸可以帮到很多忙。那当然呢，最重要的是希望你嫁出去之后呢，一定要幸福哦。好，谢谢。Hi, congratulations, John and Lois, on your marriage and wedding. Hopefully, you guys will live a long and happy life. Okay. 姐姐太夸张了，还说没准备，这是什么？怕黑字。好啦，祝你们新婚愉快，然后长长久久，甜甜蜜蜜的。这一天终于等到了，所以要把所有2018年最好的祝福全部都献上给你们，愿你们白头偕老，永浴爱河。心仪祝福你们新婚快乐，然后百年好合，祝你越来越美丽，新郎越来越帅 ，OK， 看妹妹。姐姐恭喜你呀，祝你在耶稣的爱里得早幸福，要幸福哦。这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。你们确定吗？在神里是不可以再说谎话的。快点，但是看到真的是蛮真的，真的是真爱。感谢主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陈家二班。很高兴今天妹妹能够结婚，希望她早生贵子，然后每天都越来越美丽。换我们的帅哥组，嘿。大家好，我们也是陈家二班的成员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老大。希望妹妹呢这一次，这结婚典礼呢，希望所有的祝福都在她身上。OK， 那哥哥不太会讲话。OK， 现在给我另外的弟弟，恭喜你，祝你幸福。猪，妈妈说，祝你幸福， okay. 赶快到生宝宝，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。OK， 亲爱的宝贝，31年，哎呦，不能讲出来，终于遇到白马王子了。这王子是这么的体贴，这么的细心。原来你东看西看，就是看到了这个叫 John 的帅哥。祝福你永远的幸福美满 ，baby， 你说要生一打的哦，不要忘了你的 promise，OK？、Okay? I love you, John. Bye。首先我要感谢上帝奇妙的安排，他从万里之外将秦汉能够带到台湾来认识心仪小姐，今天是他们结婚的大喜的日子，我也感谢各位嘉宾、各位亲友能够来参加他们的婚礼。我对他们有一个期许，我就希望说从今天以后，心仪不但是我的媳妇，也是我的女儿。我也希望秦汉不但是秀珍姐妹的女婿，也是她的儿子。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学习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样式，能够用爱彼此来对待。也希望他们有耶稣雅的心智，至于他们个人还有他们的家，都愿意来侍奉耶和华，愿意他们一生一世，他们的脚步都在神的带领之下，他们能够携手同走天路，也能够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，也能够将他们周围的朋友们还没有认识主的人
也能够啊带领他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，啊，愿意他们的生命能够影响他们周围的人，啊，让周围的人也能受他们的祝福，啊，谢谢大家的光临，谢谢。是啊，愿你能有上帝的见证，然后会很幸福。今天是 John 的 wedding 啊，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就是永远幸福快乐，谢谢。平安，一张，祝福你幸福快乐。一张，祝福你幸福快乐，早生贵子，年年都有今天，都很快乐。谢谢。Hello， 平安。那个，我还记得你那时候你回来台湾的时候，跟我住在竹北，那是一个非常脏乱的房间，但是看到你的角落是非常干净的。那个时候，我看到你在对未来有很多的担忧、困难跟挑战，那个时候我其实都看在眼里面，我想要给你很多支持，但是我今天当你遇到心仪的时候，我知道其实你的生命改变了，因为我在你生命中看到很多的喜悦，那我相信它是非常适合你的。他让你不只是说小时候很把那个小时候那种喜悦的笑容都带回来了，那我们在这边祝福你，让我们一起携手共进，祝福你，拜拜。天安心仪，愿主祝福恁永远三听，也享受恁真好的产业，就是聪明的后生，真水的查某囝。愿主永远甲你三个弟弟，帮助恁荣耀上帝的圣名。阿门。平安新年，愿在上帝祝福下面，你会当一世人过着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。感谢主，阿门。好。平安心仪，祝你们早生贵子，恭喜哦！哎，趁我舞还跳得动，赶快生一个小孩，以后再来看我表演。拜拜。